众支派按名所得之地记在下面。从北头由希特伦往哈马口到大马士革地界上的哈萨以南，北边靠着哈马地，各支派的地都有东西的边界，是但的一份。挨着但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亚设的一份，挨着亚设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拿弗他利的一份，挨着拿弗他利的地界从东到西是马拿西的一份，挨着马拿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法莲的一份，挨着以法莲的地界从东到西是吕遍的一份，挨着吕遍的地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，挨着犹大的地界从东到西必有你们所当献的贡地，宽25000肘，从东界到西界长短与各份之地相同，圣地当在其中。你们献与耶和华的贡地要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，这圣贡地要归与祭司，北长25000肘，西宽10000肘，东宽10000肘，南长25000肘，耶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。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，就是那守我所吩咐的。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，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。这要归于他们为贡地，是全地中至圣的。贡地挨着利未人的地界。利未人所得的地要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，与祭司的地界相等，都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。这地不可卖，不可换，出熟之物也不可归与别人，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。这25000肘前面所剩下5000肘宽之地，要做俗用，作为造城、盖房、郊野之地，城要在当中。城的尺寸乃是如此，北面4500肘，南面4500肘，东面4500肘，西面4500肘。城必有郊野，向北250肘，向南250肘，向东250肘，向西250肘。靠着圣贡地的余地，东长10000肘，西长10000肘，要与圣贡地相等。其中的土产要做城内工人的食物。所有以色列支派中在城内做工的，都要耕种这地。你们所献的圣贡地，连归城之地，是四方的，长25000肘，宽25000肘。圣贡地连归城之地，两边的余地要归与王。贡地东边，南北25000肘，东至东界；西边南北25000肘，西至西界，与各份之地相同，都要归王。圣贡地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，并且利未人之地与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。这两地在王地中间，就是在犹大和便雅悯两界中间，要归与王。论到其余的支派，从东到西是便雅悯的一份，挨着便雅悯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缅的一份，挨着西缅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撒迦的一份，挨着以撒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布伦的一份，挨着西布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迦德的一份。迦德地的南界是从他玛到米利巴加迪斯的水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，这就是你们要研究分给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，乃是他们各支派所得之份。
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：城的北面4500肘，出城之处如下。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，北面有三门，一为吕便门，一为犹大门，一为利未门。东面4500肘有三门，一为约瑟门，一为便雅悯门，一为但门。南面4500肘有三门，一为西缅门，一为以撒迦门，一为西布伦门。西面4500肘有三门，一为加德门，一为亚舍门，一为拿弗他利门。城四围共18000肘。从此以后，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